哎，这里怎么有个相机啊？哇，天哪，看着应该值不少钱吧？天哪，赶紧拿回去，拿回去拿去卖了，肯定能赚几万块钱呢！今天真的是捡了个大便宜啊，太爽了吧！天哪，好开心呐！今天走了什么狗屎运呢？天哪，这相机好贵！哎，这是我的相机，你干嘛把我的相机拿走了？我是捡的呀。捡的，我是放在那个凳子上面的，你怎么捡了？那我看没人，我就拿走了呀，怎么啦？没人，你这人怎么那么没素质啊？看到没人你就拿吗？我是放那里，我然后我去上厕所，我就会回来的嘛。就是没想到我一回来，哎，你居然拿走了。我都在那里看了半个小时，都没有人拿，肯定是丢了嘛。那现在你遇到我了，你还给我了吧？你让我还给你，就这态度啊？可是你这个和捡没有关系，我觉得你这是偷啊，看到就直接拿走了。那你当我是偷的吧？这是我的相机，耶，当你是偷的，那你是小偷，我要打你了哈！拿来，给我拿我的相机回来，你干是嘛？我捡的，我都说了是我捡的。你捡，你想拿回去也可以，给我1万块钱。你怎么这么不要脸你这啊？相机不止1万块吧？张口就要钱，张口就要钱，你怎么那么不要脸啊？脸皮那么厚呢？我就不要脸了，怎么啦？你就你这个态度，我就要钱，怎么啦？相机是放在那里，我就让它放在那里。等一会我会回来拿，我去上个厕所而已呀。你忘记你就忘记，非要说自己故意拿放那里，那么贵重的东西，谁会放去那里，然后去上厕所啊？你蒙谁呀？我呀，我放的呀。你要拿回去就必须给我钱。给我。我告诉你，你就算报警了，警察也会站在我这边。哦，明明是我捡到的，你不给我钱就算了，还要打我的架势。我什么时候打你了嘛？我就是要相机回来而已啦，我没有打你啊。那你讲话也在骂我的感觉，那你求我呀，你求又不求，哎，这人怎么素质那么差啊？看到有一个东西就要拿走。是你素质差。我跟你说，你放那么久，就算不是我捡到，也会是别人捡到，知道吧？你说你故意放的，我本来就是故意放的，你还给我吧。就你这个态度啊，我不会还给你的。你要是好好说，我还可以考虑考虑。行行，我好好说，现在我好好说，求你了，姑奶奶，把我的相机给我，行不行？我相机是我的糊口啊，我干活我要赚钱，这是养活我的工具呀，不能少了它，求你了，你刚刚为什么不好好说？你要是刚刚好好说，我肯定会还你。现在完了。哎，那我现在好好说了嘛，求你了，姑奶奶，把相机还给我吧，晚了，这是我的养家糊口的工具呀，求你了，还给我了。你给我点钱，哎，我现在都那么好的态度跟你要了，你怎么还是不给我嘛？我从那里捡过来，走到这里，哎，要是不遇到你，我拿去卖，值更多钱呢。我现在就问你要点钱，你也不给。那你要多少嘛？我刚刚都说了1万。可是你不要糊口大开嘛，你不要要那么多嘛，求你了，就给你。100块钱吧，行吧，求你100块钱，了。你打发狗呢？哎呀，我求你了，你不要拿走了，我真的很想要啊！我现在很好好的跟你说话了，行吧？你才给我100块钱，我拿这个去卖，肯定值不少钱。100块钱，你想得美！那我再给你加点钱吧，我加150给你，然后250给你，行吧？你骂谁呢？哎，我没有骂你的意思啊，就是给你钱多一点，你还。怎么不高兴吗？250不是骂人吗？我看你全家都250啊，你个250不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求你了，你就拿相机给我吧，那200吧，行吧？刚刚都说到250了，现在又说200，妈，你这个人不那行，不给你给。250，你不要啊？人家都是往上面加，你还要降下来，我不会还给你了，我要拿去卖了。耶，你怎么捡到相机要拿去卖哦？这怎么这么没良心哦？这是我的糊口。工具呀、那是你的事，谁叫你不多给一点呢？啊，那你要多少嘛？最少8000。8000，刚才说10000，现在8000，你真的是当这个东西很贵呀、啊？我告诉你，我不要了。为什么不要啊？哼，这个本来就用不成了，坏了，随便你了，我不要了，一分都不给你了，现在。看着那么好，应该没有坏吧？我不要了，坏了，我不要了。你那要自己是拿拿去去玩店里吧，面卖，能卖多少啊？卖不了什么钱。不低于8000吧？哼，怎么不低8000？100块钱都困难了，这种。
那你给我100，我还给你。哼，我不要了，100。80嘛。哼，你刚才不是想要吗？你拿去啊，我不要了。可是我又不用不到，我又不会用，而且你说也坏了，我还给你。你拿回家吧，我不要了。我还给你，你给我80块就行了。嗯，80，我也没有80。拿走吧，我不要了，这东西我本来就不想要了。60，你少我60，我还给你。我不想要了，我告诉你我不想要了，你拿走啊，我都叫了，我都说了你拿走，我不想要了。我不会用，而且你说坏了我拿去有什么用吗？不管你会不会用啊，反正对我也没什么用了，反正也坏了，那就不要了。50嘛，那就50，给我50块。来来来来来来来，拿来50给你，来我扫你。等一下啊。嗯。可以了，过去了啊。嗯，谢谢你啊。嗯，谢谢，谢什么谢？反正骗你的，这个上万还是值的。啊？能上万的这个，骗的50块钱拿回来了。哎，以后啊不能这么大意了。